好，还有哪边中间麻烦大家都穿一样的 T 恤的，就是考验各自搭配的能力哈。怎么有的 T 恤比较短的奇怪，很厉害，有人的靴子很亮眼哦，丁明杰。好，还有哪边需要视线？好，中间来一张麻烦。好，好，还有哪边？好，我们最后会有分组啊，还有个人独照哈，请各位耐心等待一下，不好意思。好，谢谢大家。那我们世界到底有什么话语要告诉这两位妈妈？甚至警察束手无策的时候，也只能靠老天的帮忙。在这里有没有看到非常优秀的坚强阵容？包括很谦虚的陈琳哈，他说没关系，我演女配角也 OK 哈，记得去改维基百科哈。好，然后呢，在这里有这么多演员转化自己的心情，去诠释不同的身份，令人非常的佩服的。好，八金报喜，我们要准备喽。那这个是不能重来的，各位要倒好哈，倒好一次 OK 哦。好，准备了，倒数三秒，五、月十二，淋雨。哎，灯光是要这么暗吗？还是刚是又暗了一下，又暗多，要不要再调亮一点？没有，因为那个是故意的哦，是故意的，故意的，哦，是故意，还真的是。嗯、预备，倒数三秒，三、二、一，好。五月十二，淋雨正式上映。哎，倒得很好，很好，字都出来了。空金吗？空金吗？是的。好，专业的就是一边倒还会看镜头。好 ，OK， 字都已经弄出来了，非常好。五月十二，票房大卖。如果破亿，我们就有跳舞的影片可以看，请各位粉丝多帮忙哈、哦，帮我们收一下这个八个瓶子，让演员可以跟板子合照一下。好，瓶子，光看这四个，这部戏颜值就够了，够本了。好，请大家帅气的看中间，你要记住石之田现在的样子，戏里面他是个大平头这样哦，非常的牺牲。好，左边四位。再来麻烦右边，谢谢，转一下右边。好，再回到中间。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好了，可惜的戏份确实是最多，优秀的所谓的女配角表现也是可圈可点的，而且都是画龙点睛的。请先看中间。好，再麻烦三位看左手边。再麻烦三位看右手边。而且陈琳跟任素妍夫妻太适合了，他们的痣呢刚好是一对哈、哦、好像照镜子一样。好，还有哪边需要三位？好，中间下方麻烦。好，接下来请大家一起看前方，两个妈妈，一个爸爸，一个警探，将会诞生什么样的故事情节？欢迎大家五月十二进场支持淋雨，也欢迎多多的点播 FIR 的歌曲《僵尸之爱》。好，右边麻烦四位。好，左边可以吗？左边要再一次吗？不用。好，这对夫妻穿的不是情侣装，戴的是情侣痣。看的时候真的很出戏啊，不是真的。这是他们的首度合作，但是默契十足。两位都是专业的演员，很快就可以 catch 到这个角色的核心。他们都是心痛的父母，孩子不见了，要怎么自处，怎么相处，怎么样面对下半生的人。那之后呢，就要开始赶快宣传电影，也期待他更多的作品。当然最重要的事情是，哇，前阵的比赛大家看得叹为观止，太厉害了。但现在请记住他的演员的身份，在过去呢已经很多次演过妈妈的角色，真的是岁月不饶人。转眼怎么他已经变妈妈了、啊、我就觉得心疼了。我各位导演，你们有事吗？可以让他回到正常的少女吗？或者上班族也可以吗？好，还有哪边需要他的视线？好，右边。好的，谢谢陈琳。好，陈琳，那这一次呢，她真的是一个可怜的妈妈。
自己的孩子不见了，到底该去哪里找？到底失踪去什么地方？发生了什么事情？当然，最后我们大家都会选择求神问卜。那求神问卜之后，能不能有他喜欢的答案呢？请进电影院就知道。当然，他的 T 恤也很漂亮，袖子也不见了。左边。好，左边麻烦。不管是在孤位里面的这个角色，或是在这里他演一个非常素颜，然后呢可以盘腿而坐，然后呢冷冷静静的说出俚语的角色，也是关键性的一个角色。好，还有哪边？好，左边麻烦。其实也是很有可塑性的啊，有时候可以演一个非常诚恳的老师，但在这里要演一个警探，但他同时还有另外一个身份，他是失踪儿童母亲的弟弟，所以呢他也非常在意这个案件的发展，还要跟上司做一些抗争，跟李国超哥做一些交流，才能够争取持续办案追踪的权利。好，中间麻烦，右边。好，以一个帅气的警察的姿态好吗？ Yeah。还好。好，现在看到也是很时髦的何浩晨，但其实在戏里面有一点呆萌啊，梳的一个非常可爱的发型，戴着眼镜，跟着他的同袍，也就是释元介去办案。好，在帅气的警察可以吗？左边枪可以吗？你有办法帅气的啊？还行还行，只是怪怪的。不是那个手指，单只还是两只？两只很像那个。哎，臭男生不要聊这种家庭的话题。下一位，欢迎陈仁硕，谢谢。现在看到的仁硕看起来笑容满面，其实在戏里面从头到尾都是愁容满面，因为他是一个孩子失踪，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孩子，也对不起太太。他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，但是呢也不知道该怎么解决，所以他很纠结，也是会让你心痛甚至可能会落泪的一个关键点。好，还有哪边需要他的视线？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秀哥，谢谢。他在里面要演一个看似阳光的电脑工程人员，最后关键的角色，关键性的故事就转折在石之典身上。这是重要的时刻，长片《淋雨》5月12日正式上档。好，谢谢，谢谢。